作为一个2010年才出现的相对年轻的品牌， Dietrich 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手表制造商，他以独特的不同的艺术来探索制表的全新视角。除了 Dietrich SD-2 的深渊黑和蔚蓝型号外， Neumann 还推出了一款具有醒目的复古美感的独家 SD-2 型号。由于绿色是今年手表的非官方颜色，Dietrich SD-2 Military Green 有很多值得喜爱的地方，它华丽的绿色表圈与哑光的灰色表盘相协调，可能是所有潜水表中见过的最多的表壳和橡胶表带设计之一。复古风格的灵感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的休闲潜水表，制造出气势恢宏的前卫潜水表，在同类产品中独树一帜。 Dietrich SD-2 的拉丝不锈钢表壳带有引人入胜的抛光倒角，从表耳到表尾贯穿整个表壳，其中突出了表壳和表圈组件之间的接缝。鱼纹的旋入式表冠没有表冠保护装置，而决定性的特征是固定的尾部链接，在表耳之间形成一个盒子形状，与表带形成一个平齐的交汇点。这些复杂的细节增加了其佩戴的趣味。 SD-1 和这一最新产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低调的十字纹表盘设计。我们去掉了醒目的蓝宝石表盘，它现在采用了灰色的三明治表盘形式，在主表盘下方的底板上用 C1 Super Luminova 填充小时刻度，使主要文字和标记之间有一定的深度，其效果确实很有魅力。再加上绿色的表圈和橙色的秒针，它不仅改掉了许多怪异的元素，而且选择了一种更加冷静的以及军事主题的体验。遵循以往 Dietrich 表款的风格，造型独特的指针在 SD-2 上完美地体现了其现代设计，使整个表盘充满了活力。第一版中位于6点钟位置的巧妙的日期窗口被移除，成就了一个更纯粹的外观，当然也是一个更具实用性吸引力的外观。最重要的是，表盘有涂有5层防反射涂层的防刮蓝宝石水晶保护。在 Dietrich SD-2 上安装124点击的深绿色阳极氧化铝表圈，造就了可爱的复古风格，而且参考了 Dietrich 与品牌相关的6边形图案，具有6个独立的表圈抓握点，操作起来很容易。弧形的防刮蓝宝石嵌件带有 C1 Super Luminova 的非数字表圈标记，在黑暗中发出迷人的绿色光芒。 SD-2 嵌入在坚固的无菌旋入式表背中，达到了150米的防水等级。这款腕表的核心是广受欢迎的瑞士 Sellita CAL-SW200 自动机芯，在这个价格段实属难得，尤其是考虑到这款表的优良规格。这款26颗宝石的机芯被广泛认为是一款强大的自动机芯，以每小时28800次4赫兹频率跳动，并具有约38小时的动力储备。腕部检查，这款手表的尺寸介于复古和现代潜水表之间，表壳直径为38.5毫米，表耳距离为46.2毫米，表壳厚度为12毫米。尽管这是一款中等尺寸的潜水表，但绝不是一款小的潜水表。其厚实的表壳轮廓在手腕上体现了我们所期望的现代潜水表的大胆呈现。这款手表并不复杂，但做得很完美。总的来说， SD-2 在 Neumann Watches 独家发售，它是其上一代手表的继任者，代表的不仅仅是原始产品的外观演变，也代表了 SkinDriver 系列目标的变化，更多的功能和实用性，和 Dietrich 在形式和细节的准确关注。SD-2 Military Green 是为那些希望拥有精心打造的独特潜水表并不断被人注意到的人而设计的，售完即止。如果你对这款手表感兴趣，请查看描述栏的链接到我们的网站查看。如果你喜欢这段视频，请给我们一个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获得更多精彩视频。不要忘记在社交网站上与我们互动，获得更多福利。我们期待与您长久联系，感谢您的观看。